偷看呐、啊。你心目中理想的男朋友条件是什么？至少让大家知道。身高180。2017年还在身高180，2020年觉得算了啦，可以试试就好。请大家剪一下，2020年的我算了啦，可以试试就好。2017年还在身高180，2020年啊，算了啦，可以试试就好啦。纸娃娃系统就只做脖子一下，然后今天是穿什么衣服这样子。我还是我重新设计一个没事宜的角色，让我平常开台要每天要想要穿什么衣服，真的是很难。对啊，这样我不想开视讯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开那个人，然后我就可以全裸开台。今天七打我们就在聊天，然后他又说他有个朋友，然后结婚的时候因为没什么朋友，就是不是在宴客吗？然后宴客的时候就是女生只开两桌，然后两桌都是亲戚这样，然后都没有朋友。我说哇，你老板以后也是这样？他说不用担心啦，老板你没有这一天。他说不用担心啦，老板你没有这一天。哇，学太快了吧，学太快了吧。身陷很舒适，哎，真不公平！可恶，怎么有这么可爱的东西？老天爷，太不公平了！妈的，我要奶干嘛？他妈的，有个奶有个屁用啊！妈的，操！还要被说什么单次180000，这个好多了，好不好？那我用奶换声音。老天爷，让我换。你刚用的屁眼跑上去，我看看。谁贴了屁眼？我要看在哪里，我的屁眼在哪里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对，没错，这跟我室友的那个屁眼一模一样，就是这个屁眼。然后我找你找好久了哦。不是啊，我说跟我室友的这个便签里面的这个屁眼一模一样。哎耶，我在上面。我害羞了。以前有一台这样的，不是好强，就是以前有一台要摇摇摇摇摇，然后他就会走路的，不是，就以前有一台要这样一直这样吗？有一次我要画那个。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在出那个美美子四个人跟 Q 版嘛，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想要就是画一个动作，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形容，我说啊，我画给你看好了，然后结果我画了之后，我就画给阿嫣看，这样我就说这样子看得出来吗？然后他就啊，好像有，我就说那你说是什么？然后他就说有啦有啦有啦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去跟会师沟通了，有啦有啦，他真的有，他有懂。我刚刚有露出来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想说，我刚刚露出来是不是干？你们很鸡巴欸，不要偷看好不好？干，不要偷看呐、啊！内涵58个学科。怎么念啊？魔法小卡。白痴哦，我这叫做淫如挑战，好不好？看到了没有？是淫如挑战，好啦。是什么呀？